介七一间百货业者周年庆中节二十五号来展开，业者预估今年的业绩比往年成长6%。找来马道走秀，电视的包包是嘉义市一间百货公司周年庆活动的来电礼，就是 Boots Brother。这个是美国各个总统啊，包括克林顿啊、奥巴马啊、布希啊，他们都在穿的一个牌子。那么我们今年啊，也就是说，应该说是台湾的创举，我们把这个牌子，的一些商品拿来做来电礼的赠送。这就是因应十月二十五号要起跑的周年庆，业者特别在上午举办商品促销的记者会。业者表示，化妆品和服装的业绩是普遍占周年庆的业绩70%，最推出化妆品拍四折个高折不等的优惠，甚至包括大品牌的休闲鞋和 polo 衫，也真难得家里周年庆的促销活动。化妆品买6000，最多可以送到1000，再打9折。那今年化妆品的话，其实有些特惠组大概都是4折多5折，比如说像 Timberland 啊、Lacoste 啊，Timberland 的休闲鞋4折多就有了，Lacoste 的网眼衫，也是4折多就有了。一个有最近真夯的气炸锅，以及当天一定爱有的发热被，介绍也拢是沙很大。这一件的话是虞美人代言的 EKS 发热被，那平常的话它是卖3980，那我们这次特别优惠是在10月28号当日的话是限量100件，特价是2200元。这次信用卡我们还有一个做法，就是以前信用卡刷卡是送杯子啊、碗啊什么的，我们现在信用卡通通送礼券，刷卡就送礼券，顾客可以马上用。业者表示，嘉义市有3间百货公司，其他2间周年庆早就开跑，但加选择最后来开跑，就是对家己所推出的促销活动真有信心，也预估周年庆业绩会当比往年来提高6%。最近新闻单看发，柯耀宏嘉义市采访报道。